凤农场可以剥皮的品种有蜜柑、珍珠柑、帝王柑。可以剥皮的柑橘这三种的那个风味，它是略有一点差异。蜜柑的话，它的味道浓烈；那个珍珠柑的话呢，也差不多。帝王柑的话，它就是完全都没有酸味。帝王柑有一种特别的味道，有的人很喜欢，说这个最好吃，这就是因人而异。有的人 就喜欢那个珍珠柑，是那个欧风农场的橙类的品种，红肉甜橙，还有黄肉甜橙、红香橙，还有柳丁，这四种都是就是要刀子切的，你没有办法剥皮。这四种甜橙，它的风味，红肉甜橙呢，它就是完全没酸味，很甜，但是它在破手的时候，它还会有一种很特殊的，好像是牛奶的香味。那黄肉甜橙呢，它的果肉非常的细腻，它有时候甜度会很高，你吃起来好像就是很甜蜜蜜的感觉。第三种这个红香橙，红香橙呢，它的果肉你看跟那个第四种的柳丁你看比起来，你看果肉，它的果肉是特别的细致，吃到最后好像都融化了，什么都融化了。一般的话你像柳丁的话，你吃起来 后面还会好像有一点渣渣，但是你这个红香橙它就特别的绵密，甜酸都很浓烈，吃起来的话就感觉到就是还有一种后韵，就是好像有一种特殊的味道。那个形容词我也讲不出来，就是个人的感觉。有人说是好像吃起来好像稍微有一种香茅的香气啊，也有人这么说。第四种那个柳丁呢，就是我们一般最传统。其实柳丁的话，像我们老一辈的人哦，就是特别爱吃柳丁，就是它那个风味的话，因为我们以前吃习惯了，就觉得它特别的留恋，所以说你年轻人的话可以试试啊。为什么老一辈的人都喜欢柳丁呢？你可以尝试看看，说不定你会找回到那种感觉。欧风农场2020柑橘热卖中，欢迎大家选购哦。我最爱的蜜柑，我最爱的珍珠柑，帝王柑，柳丁。还有我最爱的红肉甜橙跟黄肉甜橙，还有奶奶最喜欢吃的红香橙哦。我们欧风农场出货的时候，一般的箱子都是用这三种，这边小的这个是10斤装，中间的是20斤装，还有这一边的是25斤装。客人有订的时候，我们就现采，然后就装箱，然后寄。我们不会说大量的采起来，然后堆在仓库，再这样出的话，就是比较不新鲜了，也比较不耐放。柑橘类，因为你这个大小有差异，所以有时候有客人在问说一箱大约 几粒啊，就实在很难跟你们说几粒，因为有大有小，列这个箱子让你们可以就参考，就大约你们就知道了。一般你们买的话都数量都不会说很少嘛，至少是20斤10斤的。如果你们想要保存久一点的话，慢慢吃怎么那个保存你的柑橘。一般的话你箱子打开的话，把它分成几袋，我就把它装起来，像这样把它装成几袋哦。我现在就弄少一点，意思就是一样，你把它装个几袋，然后就把它像这样扣起来，不要让空气跑进去，就这样放着。你当然会吃的时候你要打开啊，对不对？你就把它打开，打开的时候你就拿来吃嘛，拿看你要拿几粒吃啊，然后再看看里面有没有。有夹吃的，快要坏掉的，要剪掉，剪起来，然后才不会浸染，才不会那个全部都坏掉。你还要再把它绑回去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放100天也没有关系，
常常换气嘛，你打开就换气、啊、然后你有坏的话你会剪掉，那这样就可以放个很久。我们这个果农在储藏柑橘的时候就是这样，买一粒装一个，装一个，然后就这样套着，我们就要放着，这样放着的话就放了三四个月啊，一个一个的话坏掉的话它不会浸染啊。你们这个大包原理一样啊，数十粒装一个，然后所以你坏的你要捡起来，然后你放个三四个月，你把它打开也还是原样啊，它不会皱皱的，不会干掉啊，不会干巴巴、啊、这个原理你用大的用小的原理都是一样，甚至你把它整箱的你拿回去，对不对？你整箱你把它用塑胶袋，像你说垃圾袋那个大都是你这样把它包起来，然后把它不要让它接触空气，原理是一样的，一个跟一百个一千个都原理都是整箱都是一样的，道理都是这样。我弟弟已经快70岁了，每天清晨一大早起床就出门采收橘子，接到订单他都现采趁新鲜寄出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小农。谢谢大家支持，欢迎大家热烈选购哦。